美国加州一所大学最近向最新发现的太平洋热带章鱼做实验。生物学家发现，太平洋热带章鱼只靠一只触手就能够收捕猎物，在交配时更是与对方吸盘对吸盘，嘴对嘴，完全不像一般章鱼用八只触手猎食或紧紧的包裹可能会突然攻击他们的交配对象，十分霸气。